来，后庭。来，受理有的狂姐，现在一样跟你告知一下，通气缸全力跟你宣读过了。你最近有报道无？啊？你最近有去报道？无咧，我咧来这做工过。你卖走、哦？行，先考起来啊。慢慢送，帮我查一个证件呐、啊，看有没有去那个地检报道。滚啊！安尼一直滚，五秒，嘿。来，受理有你看一下，现在一样跟你告知一下，通气缸全力跟你宣读过了，现在是酒驾公共危险的部分。来，四项全力告诉你了哈，可以保持沉默，无需为自己意思而陈述。第二个可以选任辩护人，如果你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。